什么名字？金银水铜铁，铁骨断青龙，四刀之五刀，银刀巨王，只存四刀，过了今天又减了一刀。杨兄弟，你不可能降生。东方平原提着两角，奔向火焰溪判容易。快擒白骨鸟，拿剑前共出入口。快了，白骨鸟收住入口，我脑可能擦伤两角。是，暂时离开。再做大手，东方偏远，这次是白骨鸟救了你的命，准你夺下九龙之鼎，也无法自乱，除非真有大人物暗中配合，我所以无想要杀。因为两家需要人插手，飞扬起极多赤气，对我来讲是一件障碍。难怪七分人在此享受性命，万载至尊，小仆也应感谢你，飞身跨出九龙真经。好功夫，真是好功夫！悬空持久，空前绝后啊！一醉解千忧，酒醒独添愁。荷花之人，来一杯如何呢？哦，酒量无好，感谢好意，看你淡吐自如。无像是酒醉的人，人无醉是心醉啊！敢问你的大名？心千家醉一生，好名名好，真素配。你多愁善感，借酒解愁。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？可惜已经离开世间了，是不是千年难？千年难，那么你所指是谁啊？唉，紧张什么？伊是一位替我做酒的老人，你会有了，这也是人生必经之路。何必大惊小怪呢？你的酒气令我心跳加紧啊！凡事拢是后天的培养，酒也不例外。酒是穿墙的毒药啊！宁可让酒穿墙，也不让心破碎啊！请问？一柱旁何时可以回来？唉，喝酒，喝酒啊！一片飞花剪曲村，风飘万点正秋人。且看玉簪花惊艳，木烟上刀酒入樽。无想最近真无法度，再问一柱旁何时回来啊？
刚上小洞遭飞起，万变高挑无欺人，西退不离思行路，何用浮名伴初心。最水路我看也是等人工，伊清醒时阵接来，或者醉生不打搅咯。哦，多福先生，你要走了，慢行，慢行。李冰冰夫人司马公朱熹，要一位醉一生啊。我所是剃刀断情路，边看边相敬。杨先生一断钢剑挥剑，一来一往不分上下。最后剃刀输出，吹剑破碎。有性情大怒影，不要你今天来行情不动，心无念的一个人大怒影，卖过光红两位，我已半在至尊已经跳破面，是不是为了这巧毁掉林中郎相退后？是营主来呀、啊，退后！两公呢？我带在心上，万一我那死，任何人也找不着伊。聪明啊，这是保住性命诀窍。跳水溜乾坤功，踹！飞燕客不容易，已经被白骨鸟收住，无乾坤八卦合变。是无法进入草上两角。中华乾坤功，减了八卦气，岂不是天意毁灭？巧妙玲珑心上一击，可能是八卦气。巧妙玲珑。阵魂缩小垃圾的范围，太郎，以目前的监控对七魂人非常的不利。
那么近，我是脱不了身。我给他要光什么消息了？小人，本乡精兵，自然有办法脱离。明白了。镇魂，快率大将军！马不消息，永心相应。这位大龙的朋友，看你的眼神充满疑问，人心似海，相愿是不能东窜。这我认同，不过卡哈往往自生误会，巧妙人龙有破盾了。每人拢有这种的条件，如果破盾了不缺失，武林又因何结下散散的姻缘？这无所头，这条线接不住，一切俗无意，看你自己怎样消化。清溪流过碧山桥，江水凝现一色秋。隔断红尘三十里，一魂红叶凉悠悠。为何感觉有些人愈来愈多？镇魂，敖切罗心机究竟了？哦，人类清楚吗？哦，永恨江湖。没错，每次出现身边总是有一只独眼的妖龙跟随，行踪飘忽，令人心畏。神魂可是可疑，同时把我乾坤惊为了，也无地气自强的强，真有苦苦。拥有乾坤惊为了，也非顶寒之辈，对于你真毫无印象。前后经过三次，每次总是在回光的暗暗。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吗？温柔看起来，多手亲像是残废。一个手骨烂了，是无可能开弓。是啊，一点我也想开。临走之前，伊讲伊过来替我见。一百七斤也不再出现。这么简单就替他保管出门，有什么办法？你准够手枪，只归三枪，专心重要的秘毒，转臂所出，通大不敌，甚至将我所毁心境，左右对调。真有这种厉害的人物？起初我以为是做梦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不得不相信了。乾坤宫是何能救我一关？看开条件吧。有何条件？我对你勇敢也真有兴趣。这来你的飞鹰门多多遥远，而且带着龙角，对我的安危真无保障。虽者有理，不如你算一个时间地点。可以，可以。
杨兴德精神不能专注，虽然闪过剃刀垂肩破锐，但是下头却是刀尾，为下一刀伤痕。杨兴德，胜败已经尽明显，什么文献啊？文献都阮小弟啦。哦，厉害啊啦！这粒石头是我上怀念的，即马互你创一个破去啊！你甲我歹算啊啦！王什么？阮阿公最后就是靠这粒石头惊死，你得失伊，就是等于看我是输啦啦！连你是一个智商不足人。我给什么爱臭味，这个光腿跟你小舅们。我被出光人有这么高。人手越来越多，先离开。哇、哦、赞赞。连下狗的嘛，将枪啊、加刀、针啊，甲你夹起，看你外衰啊袂，哥哥卖走啊，哥哥卖走啊！下狗，请问一位发表之人，是不是吹有破风？我无熟悉，嘛毋捌听过伊讲过我句话，感谢你，笑。剃刀，我凊彩甲你徛一空啊，都要甲你吓。你较巧，伊也是我较巧。下头，明初好多道，用计必及变化。男士一路含不强将轮流守候，可能平安无事嘛？今日是下手上好的时机，但是却不见人影，敢是别人在捉神钉啊？交流这条乌鸦是需要出手这么转，一个兄弟不见、啊、我感觉一次有人来，我紧离开了。千年人，你欢喜吗？已经来到你当年居住的秀丹宫。我遵照你威严，将碧眼珍珠交还你。可惜，也亲啊，不便打搅。明天吧。我功能与苏通彪相中，暴魂七魄而死。
段兴龙最紧张一次。难怪我不和你表现的机会，我讲讲你是夸你了。当时我都破良心这个精神红烛，有苦灵在一下乡老汉东红丸，怪得将军就是行那好救人亲亲，别受梁基尊狠心干我，你不但了三天来一定打开两口。金攻略不但毫无进展，还输心足烫跳乱动啊！我看也是赶紧整了。